这首歌叫《登峰造极》，就是我们今年度的呛字。那我先请 Uni Girl 来示范一次给大家。你如果有信心要来挑战的，等一下你就举手，让我看到你的存在，好不好？ OK 啊，来，我们新的呛字《登峰造极》，一起来。有信心挑战的举手，想要签名球的举手。莱恩，你帮我找，我看一下你带几颗，你帮我找两个，给莱恩看到。好，一二三举手，一二三举手，一二三。上面一位，好，来来，穿着台南的，来来。第二位，再找一位，再一次哦，一二三。这个弟弟吗？好，来来，我可以加码吗？因为我刚刚有拜托他们前一颗，我拿出来送到的。好，对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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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一起来。瑞斯帮我挑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哦，要喊瑞斯让他听到哦，一二三。好，来来，三位，来哦，要合格才可以送哦，好不好？来来，穿插穿插穿插在中间，穿插在中间。好了，来哦，准备好了，所有的手机、相机、摄影机准备好哦。等一下，统一英雄帮我喊出 Team Lion。前两个礼拜是 Team Taiwan， 现在是 Team Lion 哦。好了，所有的球迷朋友，登峰造极，双手准备好，一起来！
弟弟，来啦，来啦！你要做一件会让人家羡慕的事情呢。来来，我们一起到前面这边来合影一下。